我们先要教大家的是正手搓小球，我们先从握拍开始，保持手掌心悬空，像这样子，让球拍轻轻躺在手指上面，不要像这样子，这个是错的，不要把它握紧，我们要整个放松，让球拍保持弹性。当我们用这个姿势的时候呢，找到球头，轻轻的由外往内摩擦一下球头，给球头一点点摩擦力，让球头旋转。那我们的使用时机呢，就是当别人切球给你的时候，到这个地方抢到网的话，让球迅速下坠，逼迫别人挑高球给后场进攻。